嗨啊！现代乐手的读者朋友们，大家好，很高兴又在这期的吉他的语言系列教学节目中见面。我是 Sagy 啊。上期的节目呢，我们学到了一些最基础的关于节奏的乐理知识啊，以及一些简单的实践。那么这期呢，我们来学习各种风格的节奏型的一些练习。然后我为大家今天带来了一共有九种风格的节奏型啊，而且其中每一种风格为大家分别甄选出了三条节奏型的练习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谢谢。Thank you.
Mm-hmm.